苗栗天气连连沙沙，落了两日的雨，唔但强建立三座水库淹水一度，连带每套公共的防洪山区，还过太茂海的永春区，带来种种的雨水。农民就讲，也趁末日，真紧系好雨的时节。睇佢扎个二十八日，超多地扎嘅防洲，见过廿七万二，种防洲嘅农民都笑眯眯嘅。本来成日填海冇落去，会影响防洲嘅水生。我哋廿两年又落去咧，农作物要以水来滋养。哦，而家防洲都中国期哈，较唔强落安尼太易。唔该是后辈成熟果，咪都当强哦。哦，喺冇都开花结籽嘅时候，咪先强落安太易。哦，一般要落安尼易哈，对一片咧果农哈防洲啊。还有湿田中屋诶，哦，全部有较正面的呀。除了农作物以外，也真无疑对苗栗区太茂海养殖业每天数一度，不但水位呛存到三十公分边那个养殖池，也水位都有一百公分边呢。本部分上的标题“满血嘅茂海农”，以为希望。他们都涨不到三十公分。哦，不到三十公分，压下咧。现在有差不多有一百公分左右。嗯。打灾也全量的，有了安泰鱼，不过也水位是满的，不过呢，很多青叶、半叶、旧叶，目前来讲应该是没问题。经过廿七万亿，云浮山水库有效断水率5.7%，明德水库有效断水率29.9%，林荫潭水库有效断水率7.9%，三只水库水位都有增加，不过离解除很伤，还是忙得事。下个新闻杨怡诺，苗栗报道。